哇，三个扫我们，好狠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个服务器，这个服务器不能买萃取，没必要，那萃取没必要。哎呦，可惜。这 AD 好像还有闪啊 ，AD 没用。AD 还有闪。这皎月好像也没用。皎月好像也没用，好像这波还是赚的，还是赚的。哎，我在这里被他 A 出被动打了好多血啊，好可惜。
闪的，这锤石还蛮厉害的。这每次杀一个人我有多少钱卡？20的160，20的110，20的110。我打不动人，那就伤不到人。小月8级，A 了一下小兵啊，
靠！太弱了，这个人贴我脸 A 我，我就有一股 A 不过他的感觉。我可是个 ADC 啊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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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我应该不需要出那个无尽哦，不是出那个魔抗吧？但这个皎月这种两件套有点恐怖的，他能秒我。我操！对面 AD 补刀挺多的，这样子的劣势都130刀。
第三下 A 他还不怎么痛，他可是零杠三的布隆啊。买个 BF 去，这个能多久啊？10秒。这个不可能第三件出青鱼啊，7-0这兄弟伤害还挺高的，我们这边太厚了，中路维克多，上路船长，下路小炮，3C 啊。继续买装备，这皎月看着好恐怖啊！我只能说，皎月的第一波进场一定没有我，我一定是跑的，不可能上去输出。船长放个大支援一下，大招，哇，这船长没看到，把加油推光了，哦，大了，没人给他点信号，太肉了，我操，家就剩个主基地了，对面
让船长去带。RAQ 我就死了，活一波了。这皎月就这种装备啊，凭什么啊？啊，过来 RA。